忘记一订阅啦。如果你是看皮卡丘，说不定就是那个问题。工作坊订阅而已啊。Hello。你在设置里面，然后没有，不是那边定制，对啊，就定制那边而已啊。对啊，我就是自己确定里面。然后加载模板啊，不是。就编辑啊。编辑。因为我下载之后，我不知道，就我按订阅之后，我不知道那些模式怎么样。哦，那个啦，你编辑不是编辑，你按下面两个。加载模板，加载模板，加载模板之后就会出现一堆。也不是一堆，就是你出现你订阅那一个。现在看到应该是猛毒吧，可能他是派大星吧，不是吧，他是裸男而已，就骗人。那你不如用那个 Richardo 那个跳舞那个黑人，那个比较 cool。不是，他动起来就感觉呵呵的。好，先出去，我去厕所一下。这关没玩过吧？你们有玩过这一关吗？现在这一关啊，现在你们现在看得到吗？看不到的。
不是，哎，对，蒸汽。哦，算有一个大家都没玩过的关。你们怕你们玩过，要陪我们玩。不好啊，这样就没有乐趣，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乐趣啊。哦，更新后的。你要退游戏，直接看谁家玩掉。你是刚睡醒是不是？扎什么？我也不见了。他去换那个他的那个遥控。哎，他可以直接进吗？哎，好像可以耶。我记得上次那忙就可以直接进。装死也不能轻松装死、啊、真的等我想那个吗穿那个摔跤装的跟过来这个真的变态也有凶猛他到墨西哥也被他抱着超哎、欸、这边好多玩具可以玩哦好多玩具可以玩有没有要飞一下有没有要飞一下还有投石车哎！哪有人来抓我啊？有好，我先走。哎、欸，糟糕，被我冲击了！吃力吃力！来喽，李欣，来个摸梯啊！胖猪毛，看那个死尸冲上去。你要不要换？赶快出去！学到自己受不了角色也算蛮屌的。先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好像是。
这里每过一关，他会把那关的玩具放在这边。哎呦，没钱。然后什么样是磁铁？好了，等我一下。好了，是，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人物行不行？就变成阿木。感觉就是会倒过来的感觉。哎、欸，没有，那个走那个中间这一条走过去，走那条走过去，有点远。难道要甩过去吗？极限体能王吗？拉过去了，可以啊，可以拉，可以拉。那个李欣辛苦。因为车一直在倒东西，真有。那车啊。不知道干嘛，桶应该有用吧？那个管怎么看都接这边呢？我来帮忙，我来帮忙，怎么回事？我抬起来了，把拉直就可以走上去了，走这边上去了。屁！你撑撑看，现在一起把它弄上去吧，立起来。对，快起来了，快起来，快！等下卡到上面的板子，拉快一点，拉快一点。重点是还要爬上去，可是我觉得爬不上去，对啊，就爬上去吧。不要这样子，看清自己。应该是用桶子，然后两边的人抓住，然后爬。对啊。哦，下去了。等一下，我来，我来。把桶子弄倒。哈哈哈！谁叫都放你？我。
哥，阿木，你 要放弃？哎、欸，你回来了，啊、看敲到我的头，等一下。旁边跳是不是？我看到李欣爬墙过去。好，来哦。一个人不行啊，可以的，老大，不，你在里面抓住他，我要抓你说，你要抓住，你刚过来而已，啊，哎，同志，同志，喂。等一下，抓了，把他拉起来干嘛？喂，你是昨天有喝？哎、欸，好像你是有喝，难怪就今天坐起来歪歪的。下去，你还是两个人撑起来吧，一个人很难撑哎、欸。哦，他自己背上来了。可以了，可以了，下去。转半圈，转半圈，转半圈。你挡到我视线了。太重了，太重了。我过去，过去。等一下，你先来帮忙拿一下，你来帮忙拿。放掉，你放掉，怕我们两个会下去。阿姆放掉，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太强了！拿着啦，干什么东西啊？抓着，往后拖，往后拖。然后你就看，哦，这段把它接起来就好了。李欣身体不错，然后应该隔壁门就开了，一下就开了，凭什么？完了啦，拜托！这重点是不够长。哎呀，所以他只有一根管子，还是要从隔壁再拿？管子拆掉了，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放开。你知道管子？前面有一个管子。哦，要把管子拿下来，开始大回旋。
对啊。哎、欸，下去了，叫花喂，叫花。好，没有没有。小威，你要再出去一点，再来，再来。喂、欸！小威再来。我的极限呢？比较快啊！都已经拿到，拿到了。叫我害怕，又来了。已经烧起来，已经烧起来，已经烧起来。门开，门开，可以走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我去抓，我去抓，我去抓。
太可怜了。撑一下，再撑一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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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咔嚓一声，有点痛的感觉。应该可以丢过去吧。啊，因为刚刚可能保存不了。有没有楼梯？还有关中没有？拆掉。抓到我，抓到对，等一下，好，可以可以，我抓，我放掉放掉，不要抓，好，这样，
你冲他笑。这边有那个木板啊，应该可以从这里。有玻璃旁边。对啊，那有玻璃。那可以把它撞破，那关着。啊！他就。
三个到同一个吗？ 我停了，我放掉啊。 聊天。
我靠！我靠！发球机一样的东西。刚到新的一关了。啊？他有那个圣诞关什么的。新的关啊，你要玩，要玩，我教你打起来。现在应该可以直接进的。我邀你那个连接还在的话，你再可以进。你点它，然后手把按按那个。你要把力气啊！我力气很薄哎、欸，不行，你知道？看你们玩那个都看不了，所以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画面了。啊？他不能看，看了其实也有点可惜。哦，是哦。
美女再按住一下。按住啊，可以。按住啊。这边呢？这边按住。哦，可以。哦，我控制权一下。嗯，挂了一吨，那边扔掉去。你拉倒。有点卡，等一下我再改个东西。